青春有你二，让徐阳大火了一把。据悉，他原本就是黄子韬签下的艺人，相信今后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。最近，徐阳出现在某机场，身穿牛仔套装，配上黑色的小短靴和黑色墨镜，实在是太帅气了，气场也非常强大。一起来感受一下吧。徐阳身穿牛仔套装，还带有撞色元素，十分个性帅气。整体的底色都是浅卡其色的，在上衣和裤子上加入了蓝色牛仔，撞色拼接设计显得很个性，让人眼前一亮，里面再搭配上一件纯白色的内搭短袖，更显得清新可人，呈现出清纯气质，非常阳光清爽，英姿飒爽，真是太帅气了。加上黑色短靴和黑色墨镜的加持效果，这次现身机场的徐艺洋绝对是最亮丽的风景线。短款的上衣和白色内搭都有点露脐装的风格，搭配上牛仔裤，轻松秀出纤细曼妙的腰身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